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赵老师这边。刚才赵老师这边呢，不停的上雨啊。咱们来看一下赵老师的这个激光炮，效果杠杠的啊，真的是超高亮度。画面上可能看出来是两个影子，其实这个影子就是靠着右边这个影子呢是真正的光影，左边这个影子呢是上面墙上这个反光啊，反光到水上。好，赵老师中鱼，好，一条鲫鱼入户。好，我们在这个角度看就看出来了啊，其实刚才有两个灯光呢，其实有一个灯光呢是墙上倒影。哦，江教练那边也中鱼了啊。